分享我上壮年班里面教会历史这门课的蒙恩的点。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所以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当脱去各样的重担，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忍耐跟那摆在前头的赛程。谢主，因着上教会历史，我就看见许多清新爱主的人，他们全心被主充满，除了主以外别无所爱。其中让我最感动的就是盖恩夫人，对于盖恩夫人在她婆婆蛮横的对待之下，以及她丈夫的居县里，当天花大流行时，她想要去避灾，是因着她婆婆的不许，她就不行动，最后她儿子死于天花，她自己也得了天花。对于甘夫人，她对神主宰环境安排的顺服，以及她对自己的态度，乃是与神站在一起，对付自己。这实在看见这样的见证，实在使我的心发生羡慕与盼望。诚如诗歌所说，但那诚实爱主的人，祸福都不问，就连他们宝贵的心血也可为主舍。求主给我这样的心智，至终望生时，再来训练之前，我是不羡慕死在十字架上，也实在觉得自己死不了。虽然也听过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无心走此道路，只想享受甜美的教会生活。再来训练之后，因着看见这许多的见证人，我的心就发生渴慕和盼望，他们也能像干夫人一样，与神站在一起对付自己，再保爱自己。在训练之后，我也更愿意操练，逆着性，顺着灵，我认己，我基督。这许多的见证人就如同云彩一样，云彩是为着引导主的百姓跟随神。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个赛程，所有的旧的基督徒都必须奔跑这赛程。愿主保守我们，跟随前面云彩的榜样，在我们一生的赛程中跑得好。分享在锻炼班所蒙的蒙恩见证，被神拯救的见证。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父神与父是当受送葬的，在以弗所书里他是肯用诸天界各属灵的福分为了我们，只要在基督耶稣里就得到救恩，甚至能够让我们脱离死亡的捆绑。所以主，我们知道恩典与实际都是来自耶稣基督的。记得前几年我在大陆为了工作所以就是做就是为了法网和光明，就是过的是黑暗混乱的这个光景中就是不在神里与神隔绝。感谢主就兴起了环境。让我能够蒙了这个圣灵的感动，叫我回去不要做我的生意了去做神的生意。回来的时候听到人家说参加专业班一年可以十年这个交易算一算真划算，就为了赎回我过去被完成资料的日子，就决心来到专业班。感谢主，在这座灵班上学期，我能够平安的度过。也是到了期末的时候，突然我感觉我的心脏很刺痛而且缺氧现象。主训们就关心我，为我代祷。也告诉我，利用放假的时候赶紧去医院做检查。结果到了医院发现，医生就警告我，快点住院做手术心导管手术。这时候我就才知道，如果我去年没有回应主的呼召没有来参加壮年班，还留在大陆，我必定因心肌梗塞而发作，我被主救去年就救死了。然后主耶稣今年这学期也蒙这个弟兄姊妹的为我代祷，如此也让我能够度过了即将就要毕业。前几天公布了全勤奖，竟然我有我的名字
哇、哦，真的是主是当颂赞的，哦，参加这礼拜能使铁变成钢，哦，而且哦，最实际在基督耶稣里最实际就是参加这礼拜，哦，一切都没有问题，感谢主，哈利路亚。